好的，今天要回去了，等一下坐飞机到澳门之后再转机回高雄。这次总共来了含今天总共11天，基本上呢一切都很 OK， 那所有的行程呢都把想去的地方大概都已经走了，跟第一女主角啊逛逛逛逛逛的那么大一圈，有机会大家可以在成都还有重庆走走。我不是代言人，但是就是来这边看了很多与在台湾生活不一样的地方，对自己的心境上也增加了非常多的见识，那心情上啊有点舍不得要离开这里。有机会跟第一女主角还有可能会来，至于多久会来还不知道，这个支票不敢开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准备继续机场换手续了。 OK， 阿周要离开重庆了。重庆是个好地方，非常非常不错的地方，现在准备要去登机了。就这样了，我们下面一个点呢是在澳门，那等一下飞机大概会2个小时左右会到澳门，我们澳门见哦。OK， 已经到澳门了。澳门的特色就是坐摆渡车。还好坐前面，摆渡坐满就走，后面的那台就是另外一台。这边走，这边有行李寄存的，等一下行李就要寄存在这里。好的，往拱北的方向。不好意思啊。简单的，我当然都要输赢啊。好了，反正跟着人潮走就对了。第一女主角跟我坐不同的手扶梯，但是三个手扶梯一样都可以上去。熟悉吧？往上，往上。走这个不是澳门居民自动通关，不能再拍了吧？好，不可以拍了。 OK， 拱北口岸下来之后的商店街就是人潮就是这么多，去找饭吃了。最后我们在拱北口岸出来这边去曾经吃过的一间烧鹅店，熟悉的一间烧腊店，吃了1/4的鹅腿的部分，1/4，还有鹅肝，还有鹅腱，非常的美味。好的，影片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